们看这一题，他说矩形的周长啊哈是36了，那这样的话呢，长加宽哈就是等于呢，18。那现在长是宽的3倍少2，我假设宽是 x 的话，那这一个的话哈，长是宽的3倍嘛，3x少2减2。好，那他们说这个矩形面积多少？我们现在把 x 算出来，长加宽是等于36一半，18，就是3x 哈减2加 x 等于18。那这样的话，这4x 啊，4x 就等于20。4x 等于20的话 ，x 等于多少？4×5=20。好，那这个宽是5嘛？那长呢？15减2，15减2的话，就是13了。所以面积等于多少呢？13×5，65。所以这一题哈，答案应该选 D，65。